宝宝，宝宝饿。你饿是吗？嗯。啊，这样也行。没电了，朋友。没有，马上充，我们有充电器，没事。嗯，谢谢你啊，跟你们开个玩笑，我们在做节目呢。是安徽的妹子吗？对，是的呀。哇，一个个长得好漂亮。今天单身节，就哎，不对，说错了。单身节是吗？不是，今天是520。你们今天希望脱单吗？不希望。我们俩是一对。我们俩是一对啊。你们两个约上了？我们俩是一对啊。我们俩就是一对。我都不至于吧？他们是情侣啊。过分了，你这样浪费资源呢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单身男的吗？啊！我操！过分了！啊！啊！我这个他们俩中间的好吗？朋友，我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啊！我他俩亲上了。我操，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太扎心了，太虐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们俩今天亲了一天了。是吗？真的？你再亲一个，我试一下。对，别说话，我们很相爱。来，你再给我亲一个，再给我亲一个，我今天要吃鸡翅。来，再给我来一个，再虐一个狗。我操！哦，气死我了。过分了，来转过来，来过来。我是一个知名网红，来看着镜头，来转过来。你是一个知名网红，然后呢？我们也约他一波，来过来。不了，我很厉害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不了，老哥。我跟你讲，让你给你一种不同的感觉。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啊。在哪儿？他男朋友在前面等他。那差不多了啊。那谢谢你们啊。哎，我操！来放到这儿充电吧。哎，我的妈！那这一口下去，那不得死啊，这啊。我也是最了。